什么款的爱，会陪伴你走完人生最后的一刻？是什么款的情，或一对一对的佳偶，拢找同一个人做媒人？风吹散回去，就要放手，下定决心，真正会当改变命运吗？今天的节目开始，我们认识一位退休了后做志工的李富人。他做的事情很特别，他常常带医生去关怀破病的主治志工，也会陪伴对方到临终，甚至还会替对方完成心愿。对他来说，临终的陪伴是一种缘分，也是一份祝福。这个相片这一张呢，就是我自己呢上彩色上颜色，这是我本人，这是我太太，然后经过亲戚的介绍，就这样完成我们的婚姻。说当时你很美呢，那个时候是。以前人家都叫他说美女啊，我比较那个卡锅边啦，讲话这些哈都比较不会圆融啊，所以说有的时候比较固执一点啦。人讲歹人娶水某就是安尼啦。最主要的心要静，有的时候我们写一幅心经，在像我刚刚落款的时候，有一个字不对，全部都要包回。所以说写心经最主要的要求静。在中钢的时候就有写那个书法班，回来以后有人需要的话，我就跟他们结缘。因为尤其是那个亲戚朋友啊，要那个要入厝要送啥，嘿话，他们需要的话，我就赠送，跟他们绝缘这样。因为年纪大了，只有我们两个在家嘛，小孩子一个在台北，一个在台中，一个在大林医院上班的那个小女儿。因为以前上班的时候都在那个像亚航啊，都是高噪音啊，在中钢工厂呢，里面有设备，有空压机，这是高噪音的那个设备，到目前就造成耳朵损伤，现在都要戴助听器。当兵一出来就在亚洲航空公司，他呢专门修理飞机的，那个时候当时是夜战那个时段，然后接下来就考到中国钢铁公司。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建厂，我们负责那个高空照明，爬那个钢架钢梁，天天爬上爬下，要很细心很用心的来工作，因为在高处工作的话哈，要特别注意安全。
边有番茄，有甘蔗。我们那边的师兄师姐哦，很喜欢吃我们这边甘蔗，一年才一次嘛。哦，他们都很喜欢来这里。这个小番茄有没有？这个番茄都是没有撒农药的，很漂亮啊。回来的时候才回去，大家就是邻居啊，或者是那个师兄师姐，大家一起，大家分享啊。因为大家相处嘛，快乐就好啦。这个是也是美浓的名产哦，陈蜜是美浓的名产。美浓有两种名产，一种是白玉萝卜，哦，一种是陈蜜。陈蜜番茄，对，很好吃哦。这个是她姐姐啦，她很照顾我们啦。那剪了，啊，这个剪了。我这个弟弟哦，我不敢讲，我很想哭。我弟弟小时候哦，小时候学走路，只有学走路啊。我伯父就下午三点就要上场去当那个日本兵，当兵，这样一去就没有回来。啊，我这个弟弟哦，只有三岁，很温和，很好。很孝顺，没有缺点，只有优点，真的没有缺点。啊，我们就按多诺多马多诺。他很苦，以前他家比较贫穷，所以他很节俭。他很节俭，他跟我们环境不一样，所以刚过来的时候好像很不习惯。他问你哪？我比较急性子的，他比较个性比较好，就像他姐姐讲的，他也是很孝顺的，跟我比起来是。我是比较要忏悔啊。之前我们是常常会两个人会感情不那个的时候就会不讲话啊，现在是比较改变的，过人两个人的脾气都要改啊。整个月都有，不会吵架就是不讲话，很生气啊。啊，后来进慈济以后才想通了，那也是好几十年了。啊，你在慈济不改变，他说那你在慈济也不改变我，他也这样讲，我也这样讲。啊，不然呢？那因为你在慈济大家庭要做一个榜样给亲戚朋友邻居，还有对自己也是。要忏悔，就是最后就是忏悔啊。他到老还是一样啊，像邻居啊，什么东西坏掉，他一讲马上就是没有吃饭，他也马上也就是帮人家。啊，像我们自己的师兄师姐也是一样，他就是这点优点。环保站呐，都有水电问题，都会邀他去帮忙。平常就很热心帮助人家啊，因为我们慈济就是帮助人家，就是我们慈济的那个，就说我们慈济招牌。家内分类，塑胶袋啊方面，因为塑胶袋啊，那平常时那无分类的时阵，车去分化。他比我比较勤劳啊，因为他做什么都很冲啊，像做环保啊，哪边有需要他就出去做。哦，拢会产生污染，最高会塌的，会当回收啊，包括。他的优点就是这样，很喜欢帮助人家。那个政府法亲啊，都有很有那个素养哦，大家就互相照顾。难得这个大家有缘分在一起，就好像。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啊，我们师姐也是，有的时候也是这样。
哪一天要做什么，哪一天几点要做什么，都注明在上面，加以去攻击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助念。我们的年纪已经这么大了，还能够为人服务的话，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。经观了有一个师兄，肺癌和大肠癌这一消化器官这一部分的癌症，他当然就做化疗，做化疗身体就很虚弱啊。啊，他就是有时候他要去奇美那边做化疗，他都专车接送你。啊，最后他因为年纪大了，身体老化了，他之前他就有教他说，他往生的后事都要请这个李务长帮他处理。我感触良多，我最近已经送走了5位的，一位师姐，4位师兄，他们呢在世间身体不好的时候，就会叫我。我会过去跟他们陪伴，一直陪伴到他们最终最后的一刻的那个时间。做这个哦，自己会体会到很多人生很难体会到的东西。杨师傅，你坐到前头先。我啦，我先去看啦。马里有都对车诶，对车不要紧啦。有人讲，命运是掌握在家己的手内。陈雀过去去用命运牵咧行，伊40岁，先生肝癌离开，刷落来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后生嘛亡生，一顶马伫咧拍麻雀，过甲朦朦渺渺。一直到有一天的暗时，伊拍完麻雀，行伫咧回去厝的路的。忽然间发现，是安怎家己这么晚，搁伫个街仔路行嘞？伊想要改变，袂当搁过安尼的日子啊！等伊下决心改变的时阵，伊的命运也无同款啊！哟，我有人听。哎，我细汉后生，你有嗨嘞？咁样嗨，有没有？今天七个人看到我安尼，啊打嗨啊笑眯眯，来，没有，你要嗨嘞，来，嗨嘞来，我们两个人嗨，就为他对了。哎，笑一下，你不笑没得。好了，头尾是查甫的，搭中两个查某的。15年前哦，15年，我迄是阮祖囝讲的，我无爱啦。伊讲妈来啦，你互我学下啊吼，你互我去学迄化妆啊吼，我即马去住百货公司吼，啊拢有在共迄落做新娘秘书无？伊讲啊，你较早吼结婚的时拢无翕着穿这個，这个嘛甲中这阮先生，19岁9月初六结婚，伊10月15就跋甲伊走，啊要停柜啊。是高雄监狱的管理员啊，伊都上一暝去嘛吼，啊一暝去就是暴叫啊，停训一暝去啦，啊都拢熬夜啊，肝硬化到尾也着肝癌啊，管头会走，啊我当伊伫发惊，我毋敢睏，8个月毋敢睏，啊听着啊看着迄窗啊，有光光我当敢起来，拢会家己好好个当睏啊，因为叫伊卖半卖迄个都毋听我的话，啊甲放嘞。带来才放的，所以走囡仔拢，大家拢要咧读册。
水果就用当季的，切的时阵出啥，咱就用啥，安尼。阿木树也一定要，苹果最重要了。这是呀、啊，番薯，番薯炊好色吼，啊，给搅沙拉。这番昨天给我买啊，我讲我以前吼，伤过放东西啊，啊，都无得困，拢拍牌无得困，即摆爱较早起来做诶，做来煮。我本来拢，我拢未晓，一项，逐项拢未晓。我打牌，改起来就遇到好姻缘，就他就鼓励我做啊。带酒去谈啊，做早点这是大汉的，啊我本来是，伊旧年一年拢去伫遐啦，啊今年了我就无去啊啦，我就讲过年了我就无去啊，啊我就伫厝，伊讲叫我帮他买东西啦，吼啊无伊等下红龙就收啊。阮早间讲，迄落妈你来遮一年啊，啊我即马请有人吼，你转去厝做啦，安尼你较有时间通去煮食啦，无真正拢无时间嘞。嘛是爱趁啊，咱莫找囝替啦。我只讲咱着做，啊咱会当做个，咱趁会当趁钱个吼，咱加减趁，咱免找囝替。咱若要有当时啊，像我即马看到种山，啥我去抽啊要落，迄落啊半途啥，咱着有钱啊。我迄组有呾甲我讲，哦，啊你有较大呢，爱开刀安尼，我，哎呦，啊太诊所甲我讲，遮个啊毋着爱开，啊我毋敢呢，倒四回去诊所谈。我伫大庭，我怎甲佛祖讲？我讲佛祖，你敢袂当甲我，予我安尼？今年培训了，我应该开刀，我明年若较用，我就来开刀。啊，你予我今年会当过，结果啊袂迄种尔，过三过两蛮两三届回诊尔，迄医生讲，免开啊啦，两届。佮听人讲，免开啊呢，啊到阵无开啊。顶个礼拜我佮回诊，顶礼拜拜佮回诊去迄个诊所，伊就开口讲，嗯，敢那有较伤呢？哦，开始伊讲啊，即只敢那无去啊呢？讲边啊，即只敢那无看啊呢？我讲哦，遮好哦，我都听听我讲哦，遮好哦。打麻将啊？阮先生做诶时阵，啊，着因遐拢有说嘛，着会，我着会去催因嘛。啊，伊着讲，啊，你毋来医安尼啦，啊，着医落吼，着医落啊，啊，着迄阵着一直医啊。啊，人因遐拢住伫遐着走啊，啊，咱着爱搭车转来啊。啊，搭车转来哦，啊，侪久吼，哦，过无啊，咱想讲，看人啊顶悬困啊，啊，毛毛吼，嗯，啊，迄大家拢咧困啊，是安怎？我较是一个查人，搁伫即外口伫乱乱踅啊。我安尼算啥？吼，一届、两届，哦，几啊届啊？讲啊，我较早拢讲，阮头会半死，骂阮头会半死，啊，即款换我家己半死咧，嗯，安尼袂当哦，我怎改起？我讲好，安尼我毋爱伊啊，啊，怎啊无爱伊？安尼无到两个月呢，人就教我做早顿啊，安尼就我袂无聊啊，就改起啊。只边啊一个头家娘，伊就教我，伊就叫我姐来讲姐啊，伊讲啊，你毋是恁昨天咧伫九国同底做生意，做创作品？啊！迄去你做我这种水果的，互伊买啊，安尼啦。我讲唔嘛，迄包番薯的，拢大家，人我甲讲，人大家迄大家拢只只只国同，大家拢草地人，大家食番薯食较鲜啊。你要叫人食番薯，伊讲你做看卖咧，安尼啦，就甲我讲做看卖。无伊足济项要教我，我无爱，我都学一项尔。啊，结果真正哦，头我做戏的时阵哦，够有效的呢。啊，就怎啊做较真啊？七年外，七八年哦。阮后生走十年嘛，到十六年走的啊，啊，就出去拢知什么原因啊，啊，出去找到的时阵，就往生去啊，39岁尔呢，我拢想无呢，我拢想袂开呢，好佳哉有去拜祖先呢，有听到上人迄句话呢，讲哦，风吹唔定雨，爱放我去。我本来69的人，剩到50啊。一站去个话，我瘦到剩50公斤的时阵，无生一个人诶，迄条甲种线一直瘦落来啊！我是袂怨叹伊，我拢想讲，啊，我害一个后生饲到39年，啊，走到不明不白，我是到底啊是到底什么原因，我拢毋知影。啊，做主席了，听到上人安尼讲，开始安尼讲，啊，搁再看到咱人这人生无常，遮尼济啊，看开啊！我感觉讲吼，真正人就是带袂去。
人生哦，真正像珍珠一出戏。哦，我较早拢讲啊，伫人生一出戏，我拢搬苦蛋。是迄个师姐，阮的家母就甲我讲：，袂啦袂啦，你即摆去卖煮一下，即摆变小生啊啦，无苦蛋，你看你真个面外加偌好看啊！我说金枝出去什么都很顺，连过马路红绿灯都很顺。每次都要收起来，都是我这个会员帮我拿去环保站。这都是那个面包的装那个，哎，吐司的。拢伊在整理，你看他多都是伫遮整理啊。全部都给他挤在一起啊！啊，我想等下再去慈济那边啊。慈济上面有一个环保站。对啊，要搬起来。他都帮我们载。以前我在这里坐，都是他载我去坐车啊。他都载环保跟载我啊，在这个去环保啊，载我去坐车。因为他要做的事情也是很多嘛，那如果说早餐在这个地方，哎，耽误太多时间的话，我是在想说，会不会去耽误他做，比如说做那个香积啊，还是做助念啊，还是做环保的那个时间？啊，我是觉得说，人生到这个阶段，其实，哎，能够欢喜付出是最好的、最棒的。这我刚才有搞到这呢，我无法度有搞这个好处。因为我看到我妈妈用很欢喜的心在做这件事情啊，啊，我也觉得很开心啊。然后看她真心的付出，很欢喜的付出，那我就觉得说我能帮她的就是帮她招募会员，让她可以在有更多的力量去做那些事情。不管是资源回收啊，还是助念啊，我都看她做得很开心，做得很欢喜。然后有看到她从以前我没有看过的笑容。那是真心的笑容，欢喜付出的笑容，我就觉得很感动。给我点去整。那个气爆那一天啊，他那天回来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他们已经到那个殡仪馆去助念一段了。然后我听了，我就觉得很感动，会觉得说，当发生这种重大灾难的时候啊，我的妈妈在那么。在这个社会这么为难的时候，他贡献出一点心力，我就觉得说哈，我好骄傲。我真的觉得听他讲完以后，我都觉得说我起鸡皮疙瘩，就是这样子，是那份感动感动了我。